接下来我们现在来继续观看一下，就是说，通常这样子一张表格，这样子一张表格，那我们又得到了什么样的资讯在里面？就是从，2012年开始，它其实在三 G 的部分有逐年增加。达到2014年之后呢，它就整个下降，就是从2014年开始就慢慢减少。好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如果说我们今天可以去看到，就是说二三 G 的加总，好，它大概是呈，就是到2013年这边开始下降，就是每一年大概2012年它有的一个用户数大概有在台湾来说大概有1400万的用户数是二 G 加三 G。所以这点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，然后可是到了2014年，发现它这边有慢慢减少，可是急速这样下降，当然了，这边就是变成四 G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，接下来呢怎么做？4G 的做法就是滑鼠右键，然后重复，然后记得把后面这个值改成 4G。 那这个地方设筛选条件就要去编辑了，滑鼠右键，然后接下来我们的编辑筛选条件，请改成就是这些都没有，把全部的总计叫出来。好，你可以发现这边有 2G 的总计，然后这边有什么3G 的总计，然后这个是这一年的 4G 的总计。记得这个用户数，我们是不是还是使用平均值？但是这个平均值你有没有觉得其实还是不正确的？因为像例如说这个的话，它是什么？5000万，全台湾怎么可能5000万？好，那我们现在等一下再思考这件事。反正就是这个地方之所以会产生这样子的错误，就是因为它里面有2G 的总计，有 3G 的总计，有 4G 的总计，导致它这边会有产生一些错误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说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。好，但至少事实上你不可以把2G 3G 不可以把这就是 2G 3G 4G 是绝对不能混在一起的，但是这一张现在里面就是牵涉到有 2G 3G 才会产生在计算上的一个错误。好了，这等一下我们再看怎么解决，因为一定要写函数，可是我想
现在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先解决这四 G 好了，因为还不急着把2021年放进来。但是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的知识全部都写完，快速点两下这个位置，然后请把工作表名称设定好，至中，然后我喜欢字体是标楷体。接下来知识是什么？知识，好，例如说我们可以发现2G 啊，对 ,2G 它其实是每一年都越来越少。2G 逐年变少。那 3G 其实一刚开始2012到2013是成长，2013到2014也是成长。当然你在写的地方应该是写到比较不是在写这个逐年成长，而是在写这件事，这个黄色 3G 橙黄色，这个 3G 逐渐减少，所以 3G 逐渐变少。然后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从2014年开始逐年减少。好，请问这两个知识应该是可以掌握的。好，通常这个我就会把它隐藏了。这个统计日期啊，因为这是年，有没有？滑鼠右键，然后隐藏。好，各位，因为它提供了那个每一年每一月好的资料，对不对？所以刚好我可以跟各位介绍，有时候我们在分析资料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去看看什么，看它的一个季节性。好，例如说在这样子一个现象里面，有没有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关系？举例来说好了，冰店在台湾可能一年四季其实还是可以区分出来说，可能五月一直到11月都是有非常好的生意，可是到了12月甚至1月、2月、3月，哦，那时候天气很冷，那个饮料店它就势必应该是要想办法，不是卖冰，而是那个卖一些饮料，好，或者是其他的热饮之类的，就提供给参考了。这就是在做淡旺季的分析，所以现在我要讲那个时间，因为之前的资料都只有到季，所以那个资料其实不太好去看，现在就不一样喽。现在这个资料，假设我今天我换成把这张图，能不能想象？请把这张图，这个平均值用户，好，就是说2012年那个2G 的平均用户大概是400万，然后3G 的用户大概是那个。3G 的用户大概是1000万，好，然后假设我把 2G 跟 3G 的变化我改成不是用那个直条图的方式，
呈现，这就是累积了嘛。那如果我把它换成是线条，这比较容易让别人有比较大的直观。不晓得各位可不可以理解，就是说，2018年之后直接没有3G，好，然后2017年之后也没有2G，然后当然，如果说你用直条图，我就会希望把这个大小稍微调整，线条就要粗一点，线条就要粗一点。好，所以其实那个，各位要知道为什么2014年这边它是不是一直到了高峰，然后2014年变成高峰之后就开始下降，主要就是应该这个时间点有一个4G 的出现，4G。那到了这一年就完全就没有了，好，这都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情形，期待希望说我们有，例如说2000年开始到2011年资料，哇，你就可以看到前面，然后你就可以去说这个电信、行动通讯的一个演变历史。好，那接下来。